来看伊后面消息，这中医治疗新冠病毒又个重大突破，这是这家人中家病院运用中西医治疗模式，针对着93位确诊大院的病人做研究，发现讲有来接受这中西医的治疗组，死亡比如干了一成四，啊，唔那是清冠一号有效，有一种中药讲有来提冠这抵抗病毒的能力。今年5月新冠本土疫情大爆发，家人去上济。市民确诊率21%是全国第一。嘉南中央病院研究团队针对5月到7月收治93个确诊大院病人做研究，其中29位是中西医整合治疗对照组，64位是以西医常规治疗。结果发现，接受中西医治疗病人组死亡率只有1%5%，致死率高达8%4%，对照组死亡率4%，宽恕率6%。而且不止清冠一号中药黄芪复方，外求换也能提悬抗病毒能力。黄芪它有补气的效果，那是不是它就可以弥补掉这一些清热解毒药的一些不良反应？甚至黄芪这个药本身有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。因为根据健保所的统计，今年顶半年确诊半年来就业人超过451万人次。主要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，有专家推估，国内至少50万人出现长新冠。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了，比较久咳。那当然，除了咳嗽之外，我们常见这样的症状有包括胸闷，会喘，走路会喘，还有心悸。医生表示，长新冠表现是这一种方式，那入院3个月了后出现症状，继续2个月以上，而且无法度用其他疾病诊断，等看作是长新冠，建议好人引到病院整合医疗门诊看医生，来减缓长新冠病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